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。我相信你们有看到这个邮件了。最近我们发现统帅孔雀的主动技能月护丸的描述有误，我们对此深感抱歉。在错误的描述中，每层祝福将使所率领的骑兵单位攻击力提升，而在实际情况下，祝福效果不会提升骑兵单位的攻击力。修复后描述将与实情情况一样，且统帅的强度不会发生改变。我们将为所有培养了统帅孔雀的执政官重置该统帅的等级、星级、技能等级及天赋，同时反潜以消耗培养道具。根据您在 UTC 2020年11月19日0点时统帅孔雀的培养情况进行额外补偿。看到这个邮件呢，我不懂应该要开心还是应该要伤心啊？开心是呢，如果他真的是赔偿全部都是通用金头690克的话，可能召唤也赔啦。我觉得召唤应该要赔，就是700颗金头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把这个金头培养另外一只统帅。你们都知道之前我是怎样评价孔雀的。可是伤心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你们都知道之前我拿孔雀开集结嘛？那个，我都不要去看了，我不敢去看我到底死了多少兵啊！而且你们知道吗？孔雀已经过了很久啊。现在都已经到兹诺比亚的最强执政官，今天都第几期啊？好像第三期哦。你现在才跟我讲孔雀有问题啊？你出第一期你就应该好发现这个问题哦。我已经开了我的灵车哦，你想怎样？我又跑去问官方，这样我死掉的兵怎样赔偿？他讲哦，我们会帮你记录下来之后反馈官方，看他们要怎样决定。听他们讲啦，不可能赔偿的啦。还应该在那边心想啊，哇你啊妈你啊，自己自愿跑去培养孔雀，结果孔雀培养出来不能打仗啊，这么垃圾啊，你还要怪我们官方。哎呀你们这种人啊，嗨，真的是觉得自己犯贱了。明明啊充值那么多钱在这个游戏上面呢，可是还要这样子的待遇方式啊。哎，我孔雀也不是花了很少钱啊，你知道要拿到最强执政官这边要抢排名花了我多少加速跟资源吗？你啊骂你啊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什么鬼，为什么孔雀哇这么垃圾啦哈。所以我跟你们讲了很多次，官方的东西不能信的，连战报都不能信的，跟你们讲了很多次不一听。有暗改咩？不可能啊，绝对不可能啊，你可能有暗改的，一定是文本错误而已啦。那个伊言那边乱乱散播谣言啊，毁坏莉莉丝的名誉啊，那个实况主真的是不能看他的影片的，他以为他充那几万块马币以为很巴掰咩哈。所以这一次孔雀的事情其实我没有很生气啊，讲真的我有生气吗？没有啦，我还要很开心，我可以拿那个金头拿去养阿提拉了，我不用再继续养那个孔雀。孔雀哎呀我坐不起车头啦，算了啦，不要去养啦。漫长的3个小时终于好了，吕布跟貂蝉终于出现了，可是没有看到新工兵耶。我们看一下孔雀改变了什么东西。哇他给通用的，可是我的金头很像少了耶，原本我有504，这边1144啊，对了对了，还有环队数目，但是我这边是已经有60颗是孔雀的头，包括召唤了。因为我拿到最强执政官了，总共是拿到60颗金头嘛，所以他会退还一样的数目给我。哇，还好他是全部都是换通用金头给我，如果他是给我孔雀的头啊，我吐血给他看。我们看一下第一技能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，这边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呢。我们看一下之前的对比，他从原本的伤害48%变成28%，持续3秒一样。这个意思就是讲嘛，其实原本孔雀呢，他的攻击力只有增加28%而已，不是48%。这里后面有补充到每一层祝福都是15%的提升，基本上后面大致的内容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所有伤害提升28%，哎，不见了28%啊，真的是悲惨啊。这一期他的技能就没有改变了，但是孔雀我暂时是不会练了。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打野战，我不适合做车头，我没有很好的真力，没有很好的装备，没有很好的皮肤，我还是不要搞这个东西了。但是我现在暂时要养谁呢还不确定，不过我打算是养2个兵种，步兵跟骑兵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吕布，哇这边还有个3国无双的那个罗锅，哇这边有3个配音哦，哇这个吕布真的很大牌，有3个配音啊，中文的还可以，跟日文好像差不多，那个声音啊给人的感觉。我们听一下日语的，哇日语好像是找回原本吧配音那个人配的吧，那个声音一样的嘞。I tire of your presence. 哇 英文的声音好娘啊，我觉得哎，不要吐槽了，不要吐槽，等下给他骂。我觉得还是日语的比较有霸气一点，可能是习惯了玩三国无双。我们来看一下貂蝉的，貂蝉好像也是3个，哎，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鬼哦？
你呀、啊、妈，你呀、啊、又延迟，这次还不给我抓到。我真的觉得万国觉醒太不守信用了，又延迟了一个小时半，结果新的工兵还是没有出现，不过吕布跟貂蝉已经是出现了。那么我们继续刚刚的声音部分，日语我觉得好听耶，中文的哇，中文呢、啊、哇，中文的太嗲了，英文呢、啊、哇，英文也太老了吧，这个水平不能啊，英文的不能啊，听到很奇怪啊。至于这些技能呢，我在之前的影片其实有做过介绍了，所以我这边就不多做说明啦。其实是一样的，之前有观众问我到底是我卡一技能看呢，还是觉醒满技能给你们大家看的介绍。其实我那些技能全部都是满技能的介绍，你们要看详情的话也可以点开，不过我相信每个观众都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技能了啦。哎呦，这个声音不能啊，哎呀很难听啊，这个哎哇，这个 Kimochi。我跟你们讲，所有的动画呢不是日文配音都是会很奇怪，我讲真的。所以这边技能的东西呢我就不讲了，你们要看的话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讲的内容，我会把影片连接放在置顶，有兴趣的观众你们可以去点来看看一下。再来我们看一下统帅的头是怎样获得，鬼神吕布这个是买礼包而已，就是讲只有买礼包你才可以获得吕布，但是在礼包的界面暂时还没有看到吕布的礼包，也就是说这个活动暂时还没有开始，所以吕布是已经确定了只能靠买礼包才可以把它觉醒。邮件这里呢我还有孔雀的哦，这边还有补偿多50颗金头，然后50000的知识之书有给40个，金星星有给50个，这里的赔偿好像有点少啊，你应该给100颗金头不要这么贪心啦，之前阿提拉修复也是给50颗金头，哎算了啦，还有补偿好过没有补偿。之前邮件都有写预计更新后一周内开放，所以我们可能再等多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出现吕布的礼包了，哎，到时候我又把它觉醒了。貂蝉呢，貂蝉只能靠活动跟买礼包而已，不能用通用的，貂蝉居然不能用通用的，因为如果有用通用的话它会写出来，它不会只写这两个东西而已。像凯拉只能打副本活动获得，它也是写赛罗利的危机而已，所以也是不能用通用的。如果像是我们一般的统帅呢，这里是有写通用雕像兑换原阵酒馆这样子写的，但是貂蝉不能用通用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把它觉醒了吧。哇，不能用通用很什么呢？原本我还在想如果貂蝉可以用通用的话应该很多人把它觉醒，但是不能用通用，哇，这个真的有点什么。不管怎样呢，今天我们不能做工兵的技能介绍完整版本了，因为他们还没出现，但是我先在这边给你们一个预告啦，感恩节活动要来了。如果跟着上次的推测来计算的话，下一次感恩节活动就是7000宝石的活动了。所以今天影片暂时拍到这里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就订阅我吧，不要忘记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哦，可以收到第一时间的新消息。